我们所追求的是高荣的荣耀，所渴望的是住在神的面前，所希望的是成为永恒家庭中的成员。我们必须经由一生的努力、寻求、悔改，才能够在最后顺利赢得这项祝福。我们来自何处？为什么来到世上？死后又去了哪里？这些古今中外皆然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不解之谜。我发自灵魂深处谦卑地见证，我所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。